把这把钱做好了，再敢做啊，你就滚蛋啊，滚死你！清源生气气，清源气呼呼。 这把钱做好了，卖给他也要出去给吹，笨死你！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黄金右脚？啊！我只听说过少林足球的黄金右脚，足球巨星大卫贝克汉的黄金右脚，究竟清源的黄金右脚到底有多厉害呢？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你滚开！就滚开了！ 我都让人打不他，还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你就滚开！你就滚开！你就滚开！你这不差点，天狗！再敢做啊？把这把钱做好了。再敢做啊？清源时常搞不清楚状况，问别人是怎样。笨死你！滚开！你滚开！就滚开！啊！东西我都让人打不他。 清源姿势100%完美，清源生气气，你们两个人家的对我的戏啦！清源气呼呼，啊，你们是咧提空降的戏嘛，讲什么笑？你是做头家的，我跟你做头家啊！ 他上镜就是爆杀，你知无？太啊！咦，不是叫三太吗？怎么只有叫一次太？太啊！太啊！太啊！这样就是三太了。你敢了解我这个损失偌济？你知无？我乃当未报先知，我就是是不是人啊！爸，好啦，别再叫啊！我来讲啊，我无你这款的囝。